小希，没关系，那个我跟你爸都商量好了，送你出国留学。对对，小希啊，没事儿没事儿，我们呢干脆把那个猪蹄儿店呢盘出去，啊，这开店太辛苦了，你妈也吃不消啊。对对对对。哥哥，你还在打电话呀？是在跟小希姐姐吗？怎么了？小希姐姐不就在对面，你可以直接去找她呀。我出去一趟。哎，江晨。阿姨你好。我找陈小希。她在房间里躲了一天了，怎么叫都不出来。那我能进去跟他说话吗？可以可以，你再帮叔叔阿姨再劝劝他，没考上就没考上吧，大不了我们咬咬牙送他出国学习，让他别这样。那快进来吧，江晨啊，你好好劝劝他啊。对，你劝劝他吧。好。是我，爸，我真的不饿。我是江晨。你要干什么呀？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不接电话？要不我们出去走走？
哭吧。你再试一次吧，放弃补考，去参加艺考。我们都在前面等你。我害怕。你知道这次我考了多少分吗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这儿给我显摆？我说我可以帮你。你不是一直想学画画吗？再考一次，考艺考。我觉得我的水平辅导你艺考浙大没有问题，而且我学医得读5年，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毕业。那万一到时候我毕不了业怎么办？你现在担心的应该是考不上该怎么办吧？你不是说你一定帮我考上吗？对。我饿了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虽然吴柏松先前受伤病困扰，但恢复训练后成绩显著提升，今天夺冠。现在运动员中场休息，10分钟后开始媒体采访环节。怎么还不回来？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不会出事儿的，你别乱想了啊。哎，这不回来了吗？小希，怎么样啊？爸妈，我没事儿了。我决定复读了，我想学美术，考艺考。你再重新来一次，有信心吗？这个复读压力很大的，你受得了吗？我可以的。我听江真说了，小希准备复读。复读？哎呀，别打别打了，记者等着采访呢。啊，好，快快。我一会儿回给你。朝阳啊，好，那站在我身边的呢，就是刚刚获得100米自由泳冠军的吴柏松。好，吴柏松，想请问您，刚刚从伤病复出又到重拿冠军，有什么感想吗？我觉得从头再来是一件非常需要勇气的事情，但一旦决定了，就不要害怕。哎，我觉得你这个同学啊，还说的他挺好。还有呢，陈小希，复读并不可怕，你看我从头再来也成功了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。老套。爸。现在全国人民都知道我要复读了。你们在这儿等着，我去把车开了啊。好。你今天就要走了？对啊。把这个推过去找妈妈。啊。借你的笔记看的怎么样？看了一部分。看不懂就给我打电话，我在浙大等你。我走了，你加油。